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，不过因为它很热闹，然后就是乐手都能够表现到的一首歌。那刚刚都没有介绍我们乐手嘛，所以就刚好用这一首歌曲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乐手。一个人十六小节哈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有去做重训，有点累。好，我们就带来这一首。重点吧。对，今天做重训还蛮累的，减肥好辛苦啊。叮咚咚。